你来了，你给我较紧走诶，我就要随卡电话叫救护车送你去病院。免啦，我的时间应该不济啊，你我赶快讲我煞，啊，若无我有遗憾。你别安尼，我袂乱讲啦。顶界为了要你偷窥。 我带伊坐碰碰车，是我头一届看到你笑啊，这欢喜。你敢知影？我去去拍过真多车，我算是老司机，嘛，让你的笑容顶甲袂停袂动。你讲啥啦？自从迄届，我的心。 我的烦恼你牵去啊！你甲补一句话，我都欢喜满步。而且我搁甲你低调调，还是因为我介意。好啦，你莫搁讲啊！我不要你死，你因为我。 你安怎？因为我嘛，你安怎？安怎？是讲，你有音乐啊？这个新油条是要甲恁爸害死。 你先别管遐，你怎讲？你妈怎？你讲，我听我袂好听啊！我嘛，安怎？唔对嘞，啊这音高是对倒来的啊！ 拜托的，把恁爸给关掉啦！这下，我的肝受寒嘛啦，我的肝会落来啦！肝，你竟然敢骗我！ 你有影是无心无肝嘞？无啦无啦，我真正有心无肝啦。你有心要骗我的啦？廖天坤，你无错啊，为着你老婆婿。好啊啦，应该乖乖起来啦，等你拍开你拢出来。阿丁，恁自头到尾拢未伫遐哦？无啦。 阮是甲上吊啊，顺则到的啦。啊，所以恁大家知影讲，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恁配合廖天君，总会伫咧骗我哦。啊，哎呦，哎，心爱啊，莫生气啦，拢我家己人注意啦，赶紧啦，无关系啦。呜，哎，足疼的呢，你袂唔敢哦？袂啦。 怕一个哦，骗我真心诚意的人，安尼哦，搁算算客气啊！就坐你拍嘛，好不？看你哦，要用真的用对的用喊的，在你啦，来来来，坐你来。哎呀，你好啊！哎呦，你莫甲动啦！我都上惊伊生气啊，迄生气嘛变得了伤心伤肝，搁碍胃呢。有恁爸哦，唔甘啦。若算讲真正当死的手头，迄嘛足罗曼蒂克的啊，非得哦。 恁爸只是人哦，就刚要你这个小娃娃啦，我小坤坤哦，后半世人加第二年啦，来，我再看你偌铁气啦，妈。
这么多年了，你都高高大大一个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自己承担，在外人看起来你是坚强，在我看起来你是多强，所以我一定都很不甘的，我就一直偷偷在希望你的身躯边可以出现一个可以让你挖苦的人。是啦，阿姨，虽然说我爸不是很可靠，阿姨的嘴都是很硬真笑，我常常说一些嘴无同心肝的话来给你气。不过，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子汉，只要予伊放下心的人，伊绝对会用性命去守护伊。我保证，伊绝对是一个值得我靠的男人。甲阿伯相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真正对伊足好诶。不管遇到啥物代志，阿伯拢处处为你设想。只要你被欺负，他是头一个跳出来要保护你的，只要你受到委屈，他也是头一个跳出来要替你讨的，只要有他在，你绝对不吃亏。我相信你心里应该也都感受到，对吧？对啊，而且我从来没看过我爸这样对待一个男人呢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我爸用心教一个人是这么霸气，可这么迷人。阿姨都想要死啊，是要怎么负责我后半世人啊？啊，无啦无啦，你若答应讲吼要做我真正心爱吼，我就袂去死啊。除非你叫我死，啊无吼，我绝对唔敢死。啊，你又讲这么重啊？你把阿姨手牵起来。你真的是直男呢，连我都听得出来，阿姨是大人啊，你可听不出来哦？美华，恭喜你呢，你总算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啊，看到好就对啊，千万唔通放手哦。千代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买枪哦，我袂阁甲放开啊，甲恁爸三秒就摕来念的。你阁甲千代姐面头前哦，脸上翠花啊，你拢袂歹势哦。啥叫老夫人千代姐？所以答应啊啦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点头啊，点头啦。哎呦！恁爸吼，爱来拍摄小照吼，恁爸就是热情如火啦，叫我都把这大冰块融化掉。人别看嘛呢啦，啊，就是要看，是咧惊啥啦？哎，小花花，你让我这個小坤坤注文啊，袂当阁造谣。美华，会当看到你幸福，我比谁都欢喜。等你日子更好，我一定要替你好好办嫁妆。咱无缘做大家新妇不要紧，啊，不过请你给我做你的后头子。你给我以前妈妈的身份替你办嫁妆，好不好？好啊啦，阿伟拄安一路上吼，你都安尼牵条条，真歹做代志呢。袂用的啦，我有答应千代姐讲，七世人要去牵条条呢。迄大波囝哦，讲会到，咱做会到啦。就算讲哦，油条甲馒头怎啊送顿，我嘛照拼照行，对无？咱当阿出钱出啦。啊，人讲迄牵手哦，唔是讲形体上的牵手，啊，总袂当安尼一直牵呢，无要放啊。你后悔啊？袂用的哈。海水打石头会烂哦，我小坤坤那小华永远袂变啦，咱就甲他差一张证书啦。你若有悔哦，你的边仔变长哦。苗阿姨，我从来毋捌看过阮爸的面出现敢那吃到面的迄种表情。哇，看来伊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恋爱的滋味啊。阿伯，你安尼讲算是年老入花丛啊？哎，什么咧年老入花丛？我甲您讲。我爸少年的时阵啊，就跟那一只小蜜蜂同款，
什么露花丛啊、钻花丛，迄种小花代志，伊是规片的花型安尼转来转去、转来转去，换路边的石头比换衫搁较紧的，拢唔免去着，花若看落去，自然就跑开啊。所以表白迄种大场面哦，阮爸算是头一届啦。苗阿姨，你真正算是阮爸位啦。吼、哦，偷笑吼、哦。咱到老敢会阁是好朋友啊？我真无想要跟你做朋友啦。小气。好个啦，今日哦，互你惊一个，即马感觉足忝的，我要来等下啦。丹青啊。哎呦，廖凯宏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就算你介意林子轩，你嘛爱看张素啊。想讲我看到阮爸甲阿姨伫遐晒恩爱，我就一时情不自禁。哦，凯宏啊，你伫恁阿姨面头前嘛小惊一下，啊，你两个惊着，我是找你算账啊。啊，爸。你家己嘛经历过啊，啊！在爱情的面头前，爱保持理性，那是真困难的代志啊。我嘛是无法自拔、啊。李子彤，我为着要考了，我已经牺牲有够多了。我为着你，我人设全部拢歪去啊。别讲什么名节，起码连坚持都无去啊。我负责。我先替你把这两个位电灯泡擦走。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爸，阿姨，其实我真正就欢喜能看到恁做伙。来，这个物件我早天传好势啊，阿爸。请你小心我的眼光，我先走下目镜啊。哦，哇，你啊看嘛，凯宏偌大心着啦，含手指都甲准备好势啊呢。咪华，嫁予我啦。嗯，阿丽莎，还是想细字看无啊？来，无啦，怎么你看无？唔免目镜啦，哪会看无？享受激情，卫生套，是套啥啦？啊，这鬼地唔是套针头的啦，啊！这块要求吸引啦，绝对是顶界吼！伊个成年礼哦，我有送伊一个啦。即马咧玻尿酸弯啦，搁知影讲我即马老花眼咧看无，听讲甲我创治啦。哎，遐久啊，你搁咧扣分啦。所以，迄只是迄个。手指哦，人工我才玻璃啦嘿。这块要求吸引啦，你我绝对要扯算数啦，害恁爸在你面头前闹开。闹不闹开啦？啊！你知影我老花眼这严重，我无闹开。安尼毋是真自然。啊，你个想看一个画面啦？咱老的时阵哦，啊，你挂个老花眼镜替我加增加，啊，我挂老花眼镜替你减去去。你感觉这画面安怎？真幸福呢！对啊。老有什么好惊的？只要吼有人陪伴，会当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，安尼就人生真圆满啊，敢毋是？哈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安那呢哦，这要提出来迎接无？你开用特别替咱准备呢？你是不听哦？好啦好啦，啊无咱等下吼看一出电影啦，你会记含留言吼，啊来配秘鲁，啊是你要唱卡拉 OK 嘛个哦吼？哈哈哈哈哈！三卡九几了。